我的名字是 Daniel Jonathan Depp，1994年9月10日。我来自沙巴哥达基纳巴鲁。目前我在马六甲技术大学就读，我是汽车工程2年。我的家庭成员由六人组成，我有2个姐姐和1个弟弟。我喜欢的颜色是黑色。我喜欢吃华人餐，我更喜欢喝冷饮料，如100+。我在空闲时最喜欢的活动是玩电子游戏。我喜欢用 Mo 来学习中文，因为我可以轻松决定适当的时间来学习中文。